这个就叫日出东方的礁石酒吧。见到好多网红啊，好多网红咧就全部就带晒啲靓衫啊，摄影师喺度。We 家开心睇楼团，如果大家而家想安安心心咁样嚟大湾区睇楼咧，梗系揾 We 家啦。嗱，阿唐，喂，最近咧，喂，排队嚟惠州买楼人龙呢个现象咧，又重现江湖喎。系啦，冇错，好似我身后呢个碧桂园维港湾咧，嗱，呢个价咧就跌到谷底，500多元一尺，仲太埋装修。哇，可唔可以按揭啊？可以按揭，首期两成，10万左右就可以做业主。哇，咁即系10万左右就可以咧买间楼喺度住下。系，哇，真系跌到谷底咯。喂，咁除咗呢个盘之外，喂，其实成个惠州咧，喂，仲有冇啲跌到咁低嘅价钱，但系有优质嘅盘咧？咁我喺呢度咧做咗10年地产啦，惠州啦，咁咧旁边咧都有几个系高质素嘅、高品质嘅，价钱都差唔多嘅，介绍翻俾啲观众朋友啦。喂，咁一于咁话啦，嗱，我就会同阿唐咧精心挑选两三个盘，咁大家咧可以参加我 V 家嘅睇楼团过嚟咧，慢慢拣，慢慢睇下。去到現場親眼睇最好啦，冇錯，比較一下啦嘛。同埋咧，順便嗱，呢排咧，你睇陽光與海灘幾靚啊！成個惠東咧，其實而家唔同曬啦。嗱，因為咧3年咧，大家都冇過到嚟，其實成個惠東咧，而家係好靚啊，成個大角咁樣啊，好大嘅變化。咁啊，大家又可以嚟呢度睇個現場環境，享受一下，又可以揀下樓。嗱，如果而家唔爭取機會，遲啲啲啊，我而家中山啊、珠海好多啲樓價都回翻升噶啦。啊，咁而家趁而家惠州仲未話大量咁回升咧，好爭取嘅機會啊！大家记住打下面的电话，我们的惠州睇楼团。今天呢就3月11日，我呢就啱啱在日本啊度完假，滑了7天雪就回来了。今次嚟到呢個地方就係惠州，我揀咗惠州啊 ，OK 嚇。咁咧就其實呢個咧就叫日出東方嘅礁石酒吧 ，OK。咁咧就其實我初初嚟惠州時已經無數個朋友同我講，你一定嚟你呢度好靚。咁啊，但係個問題咧嚟呢度你一定要等5點幾，點解？日落 ，OK。你一係就晨早嚟睇日出，一係咧就嚟睇日落啊。咁啊，日出當然呢邊啦。日落就喺呢邊啦，係嘛？隨你自己搬啦。咁啊，夾唔啱時間。咁今日主要嚟到呢度，不過今日假期，好多人。OK 嚇。咁我嚟到呢度啦，當然啦，環境非常靚啦，無限打卡啦，大家嚟到呢度係嘛？咁如果你嚟惠州咧，自由行又好點好咧，一定要嚟呢度嘅。咁但係咧，呢度咧，原來我嚟到之後，除咗風景美麗之外，原來最美麗咧就係見到好多網紅啦，好多網紅咧就全部就帶曬啲靚衫啊，攝影師喺度，哇！真係咧花枝招展，原來最好睇係。原來最好睇嚟呢度就係睇網紅嘅 ，OK 嚇。咁咧就話，原來個個有曬準備。因為如果話我聽講係，如果內地啲網紅咧，呢度係一定要嚟一次咧打個卡嘅。啊，如果唔係咧，都可能取消身份嘅。啊 ，OK 嚇。咁當然啦，嚟到呢度咧，咁啊，大家可以如果你唔係假期嚟嘅時候咧，輕鬆少少咧，嚟呢度飲下嘢啊，啊，即係吹下啲海風啊，就非常正嘅。咁啊，充分表現咗惠州，尤其是嗱，呢度係雙月灣嗰邊嚟㗎 ，OK。啊、我哋以前住就住嗰頭咧，雙葉灣 ，OK， 咁一路沿住沙灘係喺以前放煙花啊，我哋住喺嗰頭嚟，一路向呢邊咧，其實都仲有好多新嘅發展，同埋都見到好多建築物都仲喺度起緊啊，咁所以其實惠東呢個雙葉灣未來喺個旅遊呢方面嘅發展咧係無可限量。咁啊嗱，當然啦，即係講下講下又講下講下又講下投資咧。頭先嗱，今日星期六嚟嘅，3月11日，亦都唔係咩大假期。就真係好多人，好多車咁啊！同埋阿華訂酒店咧，以前我咪訂幾百蚊嘅，啲酒店又貴曬咁，所以大家如果喺度買樓收租咧，真係唔使擔心。咁同埋而家啱啱你知，而家3月份啱啱先開始回春嘅啫 ，OK， 唔係話好熱嘅時候，咁但係已經係好多內地人咧都會揀呢度嚟旅遊嘅 ，OK 嚇，嚟呢度即係輕鬆下探世界。咁所以咧就所以而家惠州幾吸引，所以今次我哋 V 家呢幾個月啲睇樓團咧。咁啊，中山同惠州咧就叮噹碼頭嘅，即係我哋啲客人客户咧就有啲揀中山啦，揀惠州啦、珠海啦、肇慶啦，咁咧暫時嚟講咧就惠州同中山係叮噹碼頭嘅嚇，咁好多我哋好多客户都揀惠州，所以其實今日我落過到嚟咧，除咗而家5點零鐘嚟睇睇個日落啊打下卡之外咧，其實應間最主要都係見我啲團友啊，因為咧今日咧星期六咧
哇！中山、珠海、肇慶、江門、惠州，全部都係睇樓團。咁咧，阿 Judy 話：，博士，你過嚟，你因為我都想去啲，即係我好中意咧去睇樓團嘅時候，我都中意如果有時間咧，我會落去咧探探啲團友嘅。OK， 咁啊，因為咧我要貼地啊嘛，咁我都想了解一下咧，我哋香港譬如呢排睇樓團啲客户過到嚟，其實係有咩需求啊？點解要揀惠州啊？係嘛？買嚟做咩啲樓係嘛？覺得夠唔夠平，夠唔夠靚啊？咁啊，做翻啲即係了解啦，係啦，咁啊更加貼地，咁啊更加咧使到我哋咧就更加服務啲客户更加好嘅嚇。咁所以咧今日我就揀咗咧惠州嘅睇樓團咧，咁邊間就會同我啲團友咧趕過食晚飯，同埋今晚餐晚飯正啊！全豪宴啊 ，OK 嚇，全豪宴。咁咧就係阿唐，因為你知啊，阿唐咧就加盟咗我哋 V 家集團。阿唐哥咧，其實真係成個惠州熟個滾瓜爛熟到不得了啊！咁啊，唐哥最近都開始咧拍好多 YouTube 片啦 ，OK 嚇。咁咧大家咧就記住 V 家筍盤王咧，睇到唐哥開始，佢真係我哋最近兩隻王牌，一個就唐哥，全惠州滾瓜爛熟，任何一個角落頭。邊度有老鼠，邊度有曱甴都知啊 ！OK， 咁啊好熟啊，即係意思，即係有咩食好嘢啊，住啊，所以我過嚟嘅時候我都問阿唐，我今晚住邊度啊？有咩特色啊？食有咩特色食嘢啊？咁一陣間就會食呢個全豪宴嘅，咁都係阿唐哥揾翻嚟出嚟嘅 ，OK 嚇。咁啊，所以大家記住追阿唐哥啲片，同埋唐哥咧有咩好嘅項目啊，新嘅項目咧，佢都會即時介紹俾大家。而家我哋啲即係我啲徒弟啊，即係我哋啲後浪啊，咁啊真係已經學過好。即係好叻啊，做到好好啊，即係好專業。咁所以我博士都好開心嚇，咁啊，即係可以退休啦。咁啊，所以我時不時咧就過嚟探下班，阿唐哥啊、阿燦啊，咁啊、阿羅娜啊，即係好多我哋啲徒弟咧，阿心怡啊，咁啊過嚟探下地班啊，咁啊撐下佢哋啦，探下佢哋啦，咁啊好開心啊，睇住你成長啦嚇。咁啊，所以咧一陣間咧，我哋就會落去食飯 ，OK 嚇。咁啊，一陣間就同大家再去。看看今晚全豪宴在惠州究竟正不正呢，是吧，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好了，记住如果大家以后对惠州的楼盘有什么想知道多一点，有什么不清楚，还有惠州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全部有什么呢，你都可以随时找唐哥，他全部都一一告诉你，或者甚至去拍给你看，好吧，大家记住。除了落後邊呢個山崖側邊睇呢個日落咧，你又可以上到嚟呢度咧飲嘢嘅嚇，好似咁啊攤翻嗱。其實咧，你睇到啦，個個都係打卡位嚟嘅啦。啊，呢啲打卡位，有個靚女喺度係咁，兩個係咪好睇啊？喺度好舒服啊都，你請啊。呢度啊都可以啊，好似咧，如果大家有個泰國咧，泰國有時啲沙灘旁邊啊、海邊咧，都會有呢啲類似咁樣一啲叫懸崖吧嘅，不過就大規模啲泰國。可以嗎？哇！又或者你好似我咁樣，我諗呢度你小心啊！我諗呢度有五六層樓啊，行咗五六層樓上到嚟最高嘅地方。
再望落去，真係又唔同喎，睇下。嗱，呢邊成個商業灣望曬，啊，好靚，好靚，好靚。係啦，啱啱有日落添，係嘛？係咪好靚？嗱，呢個就係惠東啦，有排開發啦！你喺個沙灘，連綿無絕，唔好話咩十里人灘，十個十里人灘都唔止啊！喂你，喂真係嗱，好似大家睇啦，唔好假期嚟啊！我哋落翻層會冇咁多人。嗱，其實佢每一層咧都有個平台嘅，同埋都話俾大家聽，你留意一下而家去內地啲靚女咧。佢哋影打卡影相已經係個技術啦，已經係咧好勁啊，至高無上啊！嗱，睇啲景，好靚啊！哇，好靚，好靚，好靚！啱啱開始日落，啊呢度冇咁多人啦，所以咧。即係惠州係有佢個吸引力嘅，大灣區九個城市係嘛？每個城市都有唔同嘅定位、唔同嘅主角，惠州就係有惠州嘅吸引之處。睇咗日落啦，好啦，下一集全豪宴啦，記住睇啊！V 家開心快樂團嗱，想安心買大灣區樓咧，梗係揾我哋 V 家啦。冇錯啦，喂 ，Jody 啊，你買咗呢間珠海嘅金灣保利天王，好正喎、啊。係啊，嗱，嚟睇下呢度景觀幾靚，有對住濕地公園啦，有啲景觀咧仲可以望到高爾夫球場添、嗯。喺港珠澳大橋咧，珠海口岸過嚟唔使半個鐘啊。哇，咁啊好方便，喂正喎、啊，不過驚冇貨咧。大家機會嚟啦，而家咧有特價貨22,000元一方噶咋。仲有咧，而家通關啊嘛，你哋可以咧上嚟做按揭，香港人仲可以做到兩成按揭喎。哇，咁50多萬咪可以做首期上車？唔使50萬啊，所以大家咧快啲咧參加我哋嘅睇樓團啦。嗱，不過咧唔止睇呢個盤嘅，我博士仲精選多兩個盤，到時睇樓團咧帶埋大家一次過再去睇下比較一下。大家快啲打呢個電話報名啦！